哇哦，这窗帘也是新的吗？哦，这沙发也是，挺不错呀、啊。应该这些都是涂的颜色吧，不是真金。这水壶挺不错。挺有质感嘛，不错。去串串吧，走啊。看看其他房间，先看看世外桃源吧。那肯定先看世外桃源啊，肯定不能看空空如也，先看世外桃源。这个我猜错了，但人杰地灵我猜对了。我说人杰地灵应该是那边。我累了，我累了。这个地方叫空空如也。你们节目组真是不按套路出牌。没想到啊，世外桃源居然。这边不应该是世外桃源吗？小小的又温馨。打开。你告诉我，布这么满的东西叫空空如也。原来这就是反差。我们办空空如也好吧，你们国际我是没有懂好吧。哦，这还有，真棒，绿绿的。哦，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是，还是没懂为什么叫空空如也。这里那边不应该更空吗？那边只是空空的。对呀、啊、这边为什么是空空如也呢？我变这样了。来看看这个被子。你看这个被子、哎、可以给你们换个房间吗？房间怎么你们是啥呀？这样了、嗯、我们是我们那个大的、嗯、哦，真棒。要换我们那儿？我觉得我跟那个换。空空如也去哪、啊、你们四个是不是？对啊。这是什么呀？猜错了，全猜错了，全猜错了。可以换一换吗？隔板。哇，这个好不错，挺秀啊。这枕头硬吗？这是一整个被子吗？对啊，可以换个房间吗？雷欧哥哥，就是，哦，哥哥，我的好哥哥，那不第二个条件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什么条件？可以换，没问题。什么条件？可以换房间吗？我也挺想在，你想吗？我也想在这儿，我无所谓。有什么条件吗？嗯，什么条件啊，哥哥？哥哥、啊、哥哥要什么样的条件呢？哦，东海姐兄来来来，可以换房间吗？哥哥，换吧。哥哥，谁是哥哥呀？你们两个是？哎，我们要不要？谁？连谁俩是哥哥？马哥跟张哥是我哥哥。哦，那你呢，小猪？啥条件啊？别人已经叫我人哥哥。哥哥，哥哥，我笑了。任意答应我们一个要求。好，好，就这就行。好，还有吗？我的好哥哥啊，好，可以吗？好哥哥，可以换，可以换，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，我换吧。可以换，可以换，还有吗？我的好哥哥，我们换吧。换喽，换吧。我的哥哥，换不换？这样，我们那个丁哥就是那个，之后的话去吧。说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我们要对孙海生实施暴力行为的人。哦不，我绝对不管，我绝对不管，随便你们怎么可能。那我们溜了，那我们溜了，先溜了。哎，你看这个，真的很过分。你知道他过分在哪儿吗？这个地方是个衣帽间，他是从这里通到，完了，通到世外桃源去。哎，这个太扯了吧！哎，你看这个，就是从这儿，然后绕了一圈去那边呗。挠头，哦，这个枕头还是一起的，枕头都是一起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睡觉我枕头喜欢放在这里，我枕头喜欢抱过来，我喜欢这样。这样，对对。森源不要动窗帘，你又想把窗帘拉坏，碍着你了。你把窗帘拉坏，那不就碍着我了？你怎么跟我一样小时候啊？你真的跟我小时候一样，就喜欢乱动。请欣赏小宋老师的水上芭蕾表演。哎呀，我们像经受了艺术熏陶。我们是本来就是。哦哦，对，你看这，哎，挺不错啊，挺有我那审美人那味儿的。那小意思。嗯，说不定从中能得到一些对艺术的灵感。
像我那个就买了几个亿呢。在哪儿买的？就是那天不是去游泳吗？哦，去游泳，对吧？我想起来了，你也在？对啊，你不是跳到水底下？你说那个下面 Steven 那个会？啊，对啊，你说那个水下看到了那个？对。然后我剪下来，大家都要跟我争，我们就拍竞价了。那天啊，是这样。然后我就一次性出了4亿啊！我还以为是张先生眼光独特，一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价值不凡。对啊。回家冲洗了一番，就放在家里行着，导致我们现在这里有一股海臭味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张哥，看这块地毯。这地毯是你买的？是我去旅游的时候。收购的？不是，自己做的，坐它回来。哦，会飞呢。要不说人杰地灵，这个灵呢？灵，知道不？马哥，让他表演一个呀！表演个喷火呀！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毯子能动。别累，让他歇会儿，好不好？啊，行吧。等一会儿。那明天让他看看呗。没吃饭，饿。那明天看看呗。啊，沟通起来有点累。知道吧，真不错，好吃吗？嗯。跳跳糖。嗯。你吃什么味儿？我现在还不想吃。好吃吗？哇哇，嗯，这活动挺贵的。嗯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呀。但是他不会跳，他只会膨胀。嗯，再看吗？没有再看。你再看一眼。这是最大的骗局，跳跳糖不会跳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快点吃，等回来的时候你就把你就吃完了。Hello， 嗯，来给你们分享吃的了。嗯嗯，都是我的。怎么只有三包啊？算给你包，我不吃。嗯，感谢猛哥。多吃个果冻啊。是吗？吃个桃子，葡萄味的。今天我们吃火锅吗？好啊。我顺便跟他搬一下手腕。哈？你注意先搬一下手腕。我手机是这么小。你手机还小、哦？对呀、啊。我跟你说，你搬不过他，我都被他搬输了。真的呀、啊？没有。这么牛？快跟他搬一下。在哪搬啊？就在这里吧。我不想自取其辱。试一下。你什么时候搬输了？你信啊？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菜呀、啊！但这个他劲儿还挺大，在这个年龄段。哎，我可以试一下。我右手都没力了。我现在也搬过了。什么呀？你在装？别装了，哥哥。那第一，啊，好厉害！嗯，你猜我这儿的还是他这儿的？那不谁弄得过谁？你吧。看别人猜好准。我劲儿大还是他劲儿大？他。我劲儿大呀，肯定。嘿，你要试一下。
快来搜，你跟宋轩搜了一下。什么呀？其实当时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我当时在运动会跟你摔跤，我都没有权利。啊。主要是因为就是当时因为人太多了，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吧，然后没有摔得很狠。那其实也挺好的啊，这边对吧？你看，那么温馨，对，真的是，我真的，多棒啊！你看那个植物，这个空空位就选得很好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你说这个地方还可以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看空调有凉快。看一下，另外那边有窗，有窗吗？有窗户。哦，一点都不空。还不错了，这地方一个人住、两个人住都还挺好的。不是，这孩子也太实诚了吧！一送就送四罐，小猪好好笑啊！还送四罐不一样的，好有意思。爆炒金针菇、鲜脆榨菜丝儿，那两罐是啥呀？好像还都不是辣的，好有心、啊。野香菌、野竹笋，好有心啊！真的，好棒！可以啊！这是什么？以后跳跳糖。咋了？还附赠一袋跳跳糖，这是跳跳糖。送这个呢，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变得有滋有味。对呀、啊，还会蹦呢，而且一直持续跳，而且是品在口中才会跳的。说送茶，哎，这孩子真是，送茶一定是喝完之后留有余香，久久。我们的舞台也是啊。对啊。加上这个，一看舞台就说：“天呀，太棒了！”就跟吃饭的时候好吃，吃糖的时候很爽，喝完茶还留有余香，就是舞台完美。然后看完之后还深有印象。哦，哎呦，这样子，我们这个简直了，鸿运当头。